上个月呢，我们办了个比赛，让观众呢来展示自己开发的 AI 项目，结果呢是大开眼界。之前呢，我总工委说咱们观众呢都是高智商高知识群体，坏了，这下真藏不住了，大家伙的满身绝技呢都给抖露出来了。大朋友们请坐，好看的小小弟、小伙伴请坐，我是林毅。今天呢，咱们就讲讲咱们这场挺超出我预期的 AID 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说实话呢。 这次的比赛也都没有什么特别强的竞技性，更像是一场交流活动。我最初呢，主要是想针对行业问题呢做点事儿。像现在呢，AI 火了也有段时间了，但咱们日常生活呢好像也没啥重大的变化，所以我就想把咱们卧虎藏龙的观众聚起来交流交流，看看呢能不能给行业来点启发。 巧的呢是深圳这边人才工作方面的领导呢也很重视这个事儿，给了很大的支持。同时呢我还拉上了一直在深圳举办 Game Jam 独立游戏开发大赛的朋友们，这事儿呢就这么办起来了。这次比赛的主题呢就一个字儿乐，出发点呢就是先不用非得考虑学术价值和商业价值，先凭着兴趣咱们把东西做出来。评选方式呢也很松弛，就是参赛选手互相投票。为了好玩点儿呢，我们还搞了个小机制，就是呢投中了一等奖的人呢还有小礼品可以拿。 就一路休闲加娱乐，也没整很多高大上的包装，结果呢，还真发掘出来了不少正儿八经的靠谱作品，比如像这回大家投票选出来的一个二等奖，叫体感同步器。 做这个项目的呢，也是个 UP 主，去年呢就已经发在了 B 站上，然后这回线下一聊呢，人家也看我们视频。这个项目发的视频呢，包括这次线下的演示，用的都是原神，把用户的身体姿势同步到原神上去，控制原神里的人物。你跳呢，人物也跟着跳；你踏步呢，人物就往前跑。甚至呢，还可以控制攻击、换人、发大招，这些都是比划一个不同的姿势就行。但实际上呢，这玩意儿呢也不只是原神可以用，因为它原理上呢是用的一套通用的控制思路，用计算机视觉算法识别人体姿势。 然后呢，再把不同的姿势对应到不同的控制器指令，比如说算法检测到你在踏步了，电脑这边呢就自动摁 W 键，让游戏呢也往前走，往左往右扭头的话呢，电脑呢就也让游戏镜头跟着往左边或者右边去转。所以就这个思路呢，别的游戏也都可以。这点呢还挺有意思的。开发这个项目的同学呢跟我说，实际上有不少玩这个的用户呢是拿它去玩开车游戏去了。 就是一边踏步呢，一边让车在路上开，就看风景。我觉得呢，这就把 AI 算法用的挺好的，把各种游戏都变成了体感游戏。今天呢，风景做得好的、啊、游戏那么多，你要是再和跑步机一结合，那不就可以在各种奇幻优美的世界里锻炼了吗？而且呢，它不是一个强凹出来的需求，你们知道吗？因为现在游戏很多呢，都搞那种收集任务，也不知道是哪个坏孩子想出来的，嗯、很坏。 但是呢，我就非常吃这套。这个坏东西呢，我印象里第一次见是初代《刺客信条》在里边找旗帜。哎呀，这给我找的，硬生生的把游戏时间给我翻了一倍。然后像最近呢，我就是玩《黑神话》玩的特别猛。哎呀，真喜欢玩。我呢就是想刷这个全成就，那就也是呢，得到处跑，翻宝箱，跑各种地方找葫芦、找草药啥的。 那要是搞一个这个体感同步器，我上跑步机呢，直接在游戏世界里跑着玩就完事儿了，我也不看那些攻略啥的了，就在这个游戏世界里跑就玩儿，想着呢，说不定找到个宝箱，解锁个成就啥的，那跑步不就也有意思多了吗？这不就是用游戏的反馈机制来激励我自己去锻炼了吗？我觉得太妙了，我给他去当市场营销就得了。 然后除了这个让人进游戏里头去跑跑跳跳的项目呢，还有一个在创意上特别出彩的项目，它这个出彩呢就不是侧重在好玩上，而是有一层哲学思辨在里面，让 AI 呢去帮助人和人互相认识。这个项目呢拿了这次的三等奖，名字呢叫 Blur。 Blur 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呢是模糊，这个名儿呢我觉得还挺传神的。当然呢也有可能它只是个团队成员首字母的缩写之类的吧，过度解读了。但我确实觉得“模糊”这个词儿呢，很能高度概括他们干的事儿。他们搞的呢是个约会软件，然后特色的地方就是呢里面有 AI 这样一个中间层，模糊了一下。就比如说我用这个软件的话呢，我会和一个 AI 去聊天，然后如果有人匹配到我了呢，他也是先和我的 AI 分身去聊。 这个 AI 呢，就以我的口吻来分享我规定他可以分享的那部分信息。然后，如果这个人跟我的 AI 分身聊下来呢，觉得我应该挺有意思的，他再和我聊。那这么干的好处呢，一个是匹配的更准确，同时呢又没有很繁琐。这个软件呢，会先用一些卡片测试来大致了解一下你，每天三张，剩下的呢就都是看你和 AI 聊的时候体现出来的那些特质。那实际上呢，咱们并没有特意去做什么测试题，就正常跟 AI 聊天，就玩儿。 但他呢，就在幕后把性格分析这事儿搞定了，而且用户聊得多的话呢，可能比网上那些测试题还要准。然后每个人都是啥样，搞清楚之后呢，再把最合适的人匹配到一块儿。匹配完了之后呢，AI 这个中间层，我觉得也挺有意义，就是可以呢，先在不打扰真人的情况下，广泛的了解对方，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也不耽误人家时间。 自己没压力，对面也没压力。如果行的话呢，那跟真人聊起来，进展呢估计也会快不少。因为呢，已经都了解了不少了，这效率多高啊！可能平常呢就跟 AI 聊着玩，过几天呢就突然收到提示啊，说系统帮你匹配到人了。一聊呢还一见如故。我觉得这种让 AI 来了解一个人，用抽离的视角来轻松的互相筛选，让 AI 来当人与人之间的桥梁的这种哲学思辨呢，是真的把 AI 给玩明白了、用明白了。只做约会都可惜了，我觉得同性之间交友也行啊。 我干啥的，喜欢玩啥，喜欢吃啥，AI 呢都知道。从人群里呢，把能和我志趣相投的人筛出来，高效交友，这多有用啊！找工作也行啊，思路放开，对吧？前途一片光明，这玩意儿。除了娱乐和生活呢，还有一个项目比较偏生产力，偏应用。但我个人觉得呢，特别有创意，把枯燥的事儿搞得特别乐，这是很有本事的一件事儿。这个项目呢，叫 Code Wave，是个代码编辑器。 但是呢，它有一个谁也比不了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这个编辑器呢，有个暴躁的 AI 老哥会一直锐评你的代码。我当时一看到这个概念呢，我就觉得绝了，还得是程序员最懂程序员。这个 AI 呢和编辑器的结合非常的浑然天成。这个暴躁的老哥呢，能看到你的代码，能根据你实时写出来的错误呢，及时的嘲讽你。甚至如果你半天都没写的话呢，他也会抓住机会来骂你。这个真的、啊、就。 直击我身体里头的动力小开关。主要是呢，这个暴躁 AI 老哥呢，他还不会蛮不讲理。如果你把代码改对了，或者呢挑出来了他用力过猛、画里面的一些漏洞的话呢，他也会当场服软，说你说的对。我靠，这不就是直击程序员心灵的编程伴侣吗？就你骂我可以，但你不能骂我的代码。你要是骂我代码呢，我肯定这一宿不睡了，我也得证明我能写得出来。就这玩意儿，平常工作呢，可能还是不太合适啊，我觉得会分心。但像是我要是学某个新的编程语言的话呢？ 我觉得啊，跟他激情对喷，我的学习效率至少提升一一四五一四倍。那什么美女鼓励师啊，跟一个实时用言辞凌辱我的暴躁老哥比起来，那一点吸引力都没有，还得是程序员懂程序员。而且话说回来呢，这个项目也不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乐而已，它的底层技术呢也是很扎实的。 像用户界面、聊天框啊，都是还在念书的小伙子自己实现的，加进了 VS Code 的开源版本里面，实现的呢也都挺不错。而且呢，他还自己设计了一套根据问题难易度来选择不同体量的语言模型的机制，这套机制呢也很有亮点，把使用成本呢节约的特别好。当然，这种技术力呢也是贯穿在咱们这次的各个项目里，比如这位票选出来的一等奖，故意点 AI 呢，这个技术力看过你就忘不了，这年轻人太厉害了。这个项目呢是一个自动化写前端页面的网页开发工具。 他们做的呢是前端开发工具，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前端界面也做的特别强。它实现的效果呢，就是特别直观、特别自然的一个交互。 你划一段文字，选中一个按键，然后告诉 AI 你要把字体换成什么样，想把按钮变成什么颜色、什么样式，它就刷一下给你变过来。就是你讲的时候，它可以讲的非常的模糊，也不用很专业，让 AI 去给你琢磨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就行了。真的是尽享甲方人生。我前端呢就学过点 JavaScript，而且呢差不多也全还给老师了。但试了一下他们搞的这个故意点 AI 呢，我现在啊也盲目的觉得我有前端开发的能力了。然后除了故意这个项目呢，还有一个叫 t h i n k w o r t s 的团队的技术实现也非常的扎实。 他们呢是一家来自美国的创业团队，做的呢是一套 AI 教学系统，拿了咱们比赛的三等奖。这个项目里面的 AI 助教呢，能带着学生思考，边回答学生问题，边引导学生呢把题做出来。这个项目技术有多扎实呢？它都已经成熟落地了。目前呢是卖给了超过十所的美国初高中，还有一所美国监狱。这个呢也算是冷知识吧，当时大家听到的都挺好奇的。我我问了一下，他们也讲了，说呢是给监狱里头那些想要考高中文凭的服刑人员学习用的。 大家看过《肖申克的救赎》呢，应该都知道也有这么段情节，还挺有意思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学点东西呗，省得在牢房里头有劲儿没处使，都去挖墙了，是吧？当然说正经的呢，我觉得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助教也是非常合适 AI 的一个应用场景，随叫随到，而且呢完全不会不耐烦。这次比赛呢也是非常开心，能看到这样的产品已经做出来了，甚至呢是已经能实际的放出去落地使用了。还是感慨呢，咱们观众真是卧虎藏龙。像还有一个项目叫秒速五毫米。 小伙子一个人呢，做了个快速提取说明书信息的 app，直接用手机镜头扫过去就行。剩下的图像处理啊、文字识别啊、信息总结这一大套东西，他都用算法给搞定了。不太懂手机操作老年人呢，也都能用明白。这就是硬核技术简化生活嘛。但做项目呢，也并不都是非得有这么高的门槛。 同样是拿到了三等奖的另一个项目呢，叫熊猫王，专门针对表情包这件事儿，读取咱们发过去的照片，通通转成熊猫头表情。这个项目呢是用自己的扣子平台直接搭的，开发起来呢并不难，但因为这个点真的很好玩，实现的效果呢也确实不错，所以就很受选手们的欢迎。所以大家有好的创意呢，也不用担心不会编程啥的，兴许拿这些成熟工具快速搭一搭，项目就成了。 再比如呢，有个用 AI 语义理解算法来研究社会学的项目。这个项目呢是选了之前挺火的《幻兽帕鲁》这个游戏，去研究热门话题下面的社会群体聚类。比如说呢，有多少朋友是平时工作挺辛苦的，玩玩牛马梗来自嘲；有多少呢是借着梗严肃分析劳资关系；有哪些群体呢是腐瑞控过来表达对帕鲁的真挚感情。做这个项目的同学呢，把这个话题下面四十三个热门视频的两万多条评论爬了下来，然后分感情色彩、抽象程度、群体意志三个维度来分析这些评论。 把这些群体聚类呢做成图表的形式，包括随着时间往下走，不同群体之间呢还会互相吸收，各种梗的流行程度呢也会发生变化。从这些复杂的统计图里头呢，都能很直观的看出来，非常有意思。我当时看到这个项目呢，又是搞爬数据啊，又是互动图表啥的，就挺好奇这作者专业背景是理工科哪个分支的，怎么数据分析技术站这么全面？ 结果一问呢，人家是学文科的，但虽然没有理工科背景呢，还是让 AI 把需要的这些分析程序给写了出来。爬下来的评论呢，也都交给了 AI 去批量处理，帮他搞定了他想做的社会传播学方面的研究。他就提到呢，说这种研究过程啊，比传统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效率快了很多。现在大家呢都喜欢在网上冲浪，那赛博互联网社区的体量呢，已经称得上是一个翻版人类社会了。那让 AI 去搞赛博田野调查，速度快。 还不会被各种梗搞得刷坏脑子，是个非常好用的工具手段。像沉默的大多数、平庸之恶这些经典理论模型呢，都可以非常迅速的得到验证。这也是让我非常直观的感受了一把 AI 对没有技术背景的朋友的一个能力放大吧，就真的很印象深刻。 所以我觉得大家呢也都可以多玩玩，多试试，把大模型的能力给用起来，看看是不是很多创意，现在有了 AI 之后，其实都是可以做得出来的了。我们这边呢也继续啊，多给大家分享我们了解到的这些好工具、好想法，说不定哪个呢就有启发了。像这个 AID 大赛呢，现在看也可以接着往下搞。 很多事儿呢，真是不交流都没机会知道。现在 AI 能干的事儿呢，真的太多了，技术门槛呢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低。有这么个活动呢，能听听大家的奇思妙想，看看大家都做出来了什么，把好项目给展示出来，这事儿呢，我觉得是挺有意义的。行，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了，我是林毅，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没关系，我愿安安静静的坐在马路旁。 夏天也好，冬天也好，总是会有人在歌唱。